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这人就是嘴馋。哎，吴相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贫僧是出家人，这些……不好意思，给忘了，这就去准备斋饭。不，不用，吴京师傅真是热情啊。小师傅什么时候皈依佛门的？看着年纪也不大哎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贫僧也是最近才皈依佛门的。最近？四瑶小姐渴了吧？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劳烦小师傅啦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今天才认识的。怎么了？看你盯着他看好久了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不久前你们和苏家开战，听说你身受重伤，今日一见，谣言不攻自破。王小姐费心了。小师傅，歇着吧，你是客，怎么能劳烦你端茶送水？为美人服务，不麻烦。和尚怎么这么讲话？难不成是个花和尚？吴京，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是吗？该不会是你前男友吧？休得无礼。那倒不是，此人来无影去无踪，若是有朝一日找到他，定将要他。先别说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鸡腿，快给我！这可是我们灵武宗极品，吃多少都不会胖，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真贴心。我还有事先走一步，吴京，你好好陪着王小姐和小师傅吧。师姐她是不是不高兴啊？吴京已是起灵三段，我去，原以为可以强行提升到起灵境，这些到底是什么？我又到底是谁？要怪就怪你们幽冥楼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吧。你是？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不堪一击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杀手组织，笑掉人大牙了好吧。快撤，天要亮了。都走？都走了吗？必须，必须告诉小郡主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小郡主，救命！何人在紫萱华？一大清早的。喂，你这是？快，快通报小郡主，幽冥楼被屠了！你说什么？幽冥楼被屠了？快去通报。是，小郡主，出大事了，快起来。我这就来。何事禀报？醒醒，小郡主问你话呢。幽冥楼被喂，你怎么了？他断气了。此前他有没有说具体的事情？似乎是幽冥楼遭到屠杀，见此情形应该只剩他一人了。如今看来，在乾陵城的幽冥楼总部是没人了。放肆，敢在雍州地界撒野，传仵作来，给我检查尸体。你带人去幽冥楼一探究竟，不要让人破坏现场，我稍后就来。是。怎么这一期出得那么快啊？不应该是明天才上新吗？出大事了，几家号外都在抢头条，买了不亏。惊天大消息，惊天大消息。大清早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是不是最近太放松了？师姐你快看呐，这上面说幽冥楼被血洗了。幽冥楼的杀手刺客最低都是燎原九段的高手，怎么可能？这八卦杂志的消息靠谱吗？会不会是标题党？我记得这个游戏设定，幽冥楼是刺客组织，这不会是被仇家找上门了吧？有问题，去看看。你也是这个想法？
嗨，跟着师姐这么久了，多少也有点心有灵犀，不是？话说回来，你怎么在我房顶？我担心你一会儿磨起攻心要血，我随时侍奉在您身旁。大清早的又在虐狗。我和师姐先去看看情况，你去通知师父，咱们幽冥楼会合。哦，别故意支开我。看来雍州王府已经接管了，要进去怕是得费一番功夫。想必内部也是重兵把守，热闹看不了就回去吧。你不想知道幕后黑手吗？既然有能力毁了整个幽冥楼，来头肯定不小，得当心。这可不是苏父那帮人可比的，我不能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。看，是小郡主。小郡主来了。小郡主夏无忧，游戏内测刷日常见过这个 NPC。在这个平行领域，一场虚拟游戏，被困在反派舞台的现代灵魂，每一步清晰，我被迫扮演着反派的角色，人内心深处一团火在燃烧，烧翻这一切。曾经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如今成了游戏中的棋子，但我不会让这种命运决定我的结局。我会超越，挣脱这些枷锁，释放内在自我，挣脱系统的设定。他们希望我成为反派，等我会打破束缚去寻自由，他们可以把我打倒，但我终会站起来。